Selling. Salty, sir. 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，这颗粉红色透明、闪闪发光的大钻戒——威廉姆森粉红之星，以4.53亿港元（约台币18.3亿）天价成交，创下每克拉粉红钻最贵纪录。比原本预期价格高出2倍，这枚重11.15克拉的威廉姆森粉红之星，色彩浓郁度达到最高等级的艳彩粉红，加上内部无瑕，相当罕见。这次的成交价更仅次于2017年以5.53亿港元破世界纪录价格成交的59.6克拉椭圆切割钻石周大福粉红之星，也是拍卖史上唯二超过10克拉的艳彩粉红钻。而近年来，粉钻几乎快和天价画上等号。A more than 12-carat rough pink diamond.The largest ever in the country, polished, and it could fetch over $1 million. 不管是超大颗原矿 ，it is also internally flawless, which means that it has no imperfection whatsoever. 或是以超过750万美元成交的泡泡糖粉红钻，一个比一个还要贵，就是因为物以稀为贵。On of diamonds, only 5% of them are colored diamonds.Of colored diamonds, only 3% of those are pink. 除了罕见，加上粉红钻产量最高的澳洲阿盖尔矿场停产，顶级粉红钻价格持续上涨。如今这枚威廉姆森粉红之星粉红钻再刷新纪录，也在预料之中。三立新闻陈环报道。